常里面我们都是做磨毛，这个里面是做毛巾的感觉，所以呢弹性非常的好，有没有看到毛巾小毛巾的感觉哦？黑色的话呢，来拉出来给大家看。非常的显瘦，做微方领。那弹性的话呢，弹性一样是非常非常的好，所以呢弹性大家都可以穿， SML 都可以穿，方领超爱，整个副乳遮住了，你看它弹性这么好，它弹性超好的，然后长度也够长，就是它是一个可以露出来的背心，也可以当成秘密武器的背心，有没有？超级厉害的。像我这个它有点那种咖紫色的感觉，然后它是那种深色系的，它其实毛巾布料还蛮亲肤的，就是舒服的，它其实蛮显身材的，就是它是那种比较合身款，所以如果说你是辣妹，或是你想要那种就是看起来 up up 的感觉的话，可以这样穿，它不是挤肉，它就是那种合身，但是它不是紧身到会像米其林那种感觉。你看它整个弹性都非常好。